大家好，这里是苏哥。今天不是什么技术测评，这机器也没有任何必要技术测评。网上不管是详细的性能测试，还是朗读说明书和参数，都已经有无数的视频。因为它确实是一款非常热门的视频微单，至少在过去几个月还算很热啊。现在它不热了，我就来讲一讲我的感受。其实我原本不想做这期视频，言多必失，射手、腿哥或者厂家都不想得罪。但最近问的射手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必须出这么一个视频来了结你们的心愿。那这就是关于索尼的 F-X30， 俗称索尼杀35。讲漂亮一点 ，F-X30 是一台和爱丽莎35一样的超35电影机，但实际上它就是一台残幅微单。我只是不理解索尼为啥要把它活生生的塞入电影线，包括他的兄弟索尼杀的 LF、F-X3， 我感觉都不应该算是电影机，但是厂家说算那就算，特别还是宇宙第一大厂索尼，惹不起也不敢惹。那喜欢出哥或出哥视频的射手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转发。F-X30 是索尼电影线的入门机，在外观上它和 F-X3 一模一样，你只需要买 F-X3 的贴纸就能以假乱真。那 F-X30 并没有机械快门，这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，巩固它的入门地位，同时节省了空间。但是即使有了空间，它的传感器的五轴防抖也没有太大的进步。我觉得索尼最近老是在电子防抖上做文章，但既然你定义为电影机，视频需要保持一定的动态模糊，那电子防抖在慢速快门下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，未来还是需要提升一下你的五轴防抖。它的照片模式也有不同程度的阉割，基本上这就是一台非常非常侧重于视频的微单。在它之前，索尼的旗舰的残幅微单应该算是老掉牙的阿尔法6600。相对于6600，F-X30 的体积丰盈了很多。那对于拍摄网络视频吧，我从来没有抱怨过阿尔法6600。这频道里的很多 B-roll 都是6600拍摄的，因为它体积小巧，非常轻便，可以上很多微型的机械驱动设备，比如这种桌面电动的微型 Dolly 车。但是 F-X30 放在这个 Dolly 上就很容易翻车了。那阿尔法6600的巴比特 S-Log 2内录也没有明显的问题，画质也非常不错。总之6600是一台非常好用的微单，唯一的缺点、唯一的弱点、致命的弱点就是卷帘快门，也就是果冻，估计至少在25-30毫秒以上，是我见过最离谱的微单果冻。加上索尼不争气的五轴防抖，使用时一定要非常稳定，比如稳定棒或者三脚架，手持特别手持移动拍摄，那等于是自攻。F-X30 发布以后，很多人发现它并没有使用类似富尼莎35 XHS 里的那种背照技术的堆栈式传感器，而使用了更老一些的2600万像素的 6.2K 的背照传感器。按照过去类似传感器推测，肯定卷帘快门会比较明显。那网上的数据大概是16毫秒，那1000除以16就是 62.5， 这也是为啥这块传感器可以输出全像素超产60帧的帧率。但在实际使用中，我并没有太明显的体会到果冻，确实比富尼莎显眼很多，但并不能算是一个明显的问题，非常接近 GH5-GH6 的水平，并不像松下 S 系列的全画幅微单20几毫秒的果冻非常头痛。不幸的是，最近富尼莎把门槛拉得太高了，大家期待很高，就会觉得 F-X3 的果冻太大。那 F-X3 除了果冻，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视频有 1.04 倍的裁切，可能这个裁切和它能够读取 6K 60帧每秒有关吧。它使用了 6K 的横像素来做超采，而不是横总像素的 6.2K。比如这是照片模式和视频模式的对比，它的水平视角明显有差距。而在 4K 120帧时，它的全画幅裁切系数达到了 1.5×1.56， 大概就是 2.3 倍，连 M13 的两倍都不如。由于它的物理读出速度只能够大概支持60帧，做到120帧必须靠窗口模式。不要幻想后期固件可以改善这个问题，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使用 0.71 倍的增光减焦环，让全画幅等效裁切系数回归 1.5 左右。F-X30 的动态范围网上说可用大概是11档，我也没太纠结这个问题，毕竟也不突出，而且最近一两年的微单多多少少就卡在这个档次。用 S-Log3 拍摄时，它的暗部的彩照非常严重，而且曝光稍微不当甚至比较得当都会涌现出海量的噪点，这其实也是 S-Log3 伽马曲线的特点，只是被索尼的残幅给放大了。我真心希望 F-X3 还有 S-Log2， 那阿尔法6600上的 S-Log2 使用起来非常顺手。
比如这是一个其实比较亮的场景，那白色的帽子已经过曝了，波形图看原片整体曝光其实偏高的，也就是向右曝光，但是衣服上的噪点还是非常严重，而且如果你放大看，直接套用了索尼的官方还原 Not， 还会有一点点彩色的色块，这也有可能是比较大的彩照，因为我后期调色时有一个65寸的监看电视，那这些问题就会被放大的一目了然。那 F330 用 SNOC 3拍摄视频，在大屏上看就比较吃力，除非大量的后期降噪。那 SNOC 3的第二档的 ISO 是2500和第一档的 ISO 800只差了不到两档，实用性也远不如 F330 的第二档 ISO。如果你不录制 SNOC 3，我相信噪点表现肯定会好很多，但我并没有试过。F330 提供了非常多的录制编码，正类似于 F33， 我就不废话了。那10:422已经算是目前微单的标配，而且它还提供了和 F33 一样的 log 拍摄模式，也就是 EM 模式。进入后其实就是 SNOC 3的拍摄，要注意 EM 模式下斑马线会根据 ER 值的不同的表现而有所不同。我个人还是推荐使用普通模式，然后把图片配置设定为 SNOC 3，配合 95% 的斑马线来曝光。我相信使用这台微单的摄手，比如说瑞星的大脑腿哥，都不会主动用灯光，除非领导要求。EM 模式在 F330 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。那 F330 还支持 RAW 的16:比特外录，但却只有 4.7K 的窗口模式，并不可以录制 6.2K， 这点非常失望。我既然都点燃了外录机，为了更好的画质，你又用窗口模式来搞我，这么一来一往，让我完全没有欲望来录制12:比特的 P-RAW 了。我就是不明白，既然你都用了 F33 这么专业的机身，散热这么好的机身，为啥就不能老老实实的给个 6.2K 的内录格式？这可以说是这台机器最大的遗憾。那 F330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，或者说是索尼残幅机的弱点，那就是总体感觉吧，解析度一般，特别很多风景远景的场景感觉无法解析细节。而 GH6 或者 XHS 我则没有类似的感觉，可能和他们可以录制 6.2K 5.7K 也有关系吧。但是 F330 只需要一点可能就会让你吞下这些缺点，那就是$1800的售价。$1800，为数不多的竞争者恐怕只有松下的 GH6 或者 S5 第二代。松下 GH6 现在打折后的价格是$1700，而 S5 第二代是$2000。从前期到后期的易用性，我个人肯定是推荐松下的 S5 第二代。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，GH6 是目前视频微单的巅峰选择之一，性价比最好的选择之一。而 GH6 只是没有可靠的自动对焦，但手努对焦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，就像开车开手动挡一样，不爽吗？但是 F330 的功能确实太丰富了，几乎你能想到的它都能给你。那索尼的 F330 和 F33 除了外观以外基本上没有可比性，画质上的差距是有一点明显。我其实也不喜欢 F33 的色彩、画面质感等等，但是传感器的高速读出 4K 120帧几乎全画幅的升格，明显更优的高端电影机的动态范围。如果你能上 F33 就忘掉 F330， 但他们的售价是几乎差了一倍。那 F330 和 GH6 就售价上来说会有大量的重叠客户，那 M43 和残幅镜头体积也都算小巧，价格也差不多，他们真的就只有拼你需要的性能呢？如果你需要自动对焦，那 GH6 瞬间被灭掉。如果你不在乎自动对焦，或者可以使用激光雷达一类的辅助对焦工具，那 F33 会很吃力。我现在使用 GH6 都使用了外录机，录到更高卫星视频的同时还能辅助我手动对焦。那对于大部分摄手来说吧，如果焦都对不上，那还拍个毛？那 F33 的自动对焦真的是非常的精确，特别它的视频对焦，配合一个中小型稳定器就能拍摄很多题材的视频。那 F330 和富士的 XHS 相比，富尼莎有14:比特读出的 6.2K 的开门模式，更强的动态范围，超强的卷帘快门，宇宙第一的噪点样式。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五轴防抖，比如这两个视频是在相同情况下拍摄的，我不管他们的基础 R4 的差距，只是把曝光拉满，都转接康泰斯的 35F1.4 光孔全开，都使用基础 ISO。 索尼是50:1的快门，而富士我故意使用了100:1的快门，都是内录 4K 的最高可选画质。不管是索尼还是富士，在信噪比较低的黑色区域都有大量的噪点，但是放大 300%，索尼更多的是彩色噪点，而 XHS 则是更多的黑白噪点。
XHRS 的进光量我故意压得更低，也没有使用 6.2K， 不然差距会更加明显。我只是不确定上传到网上压缩后你们能看到多大的差距，但在监视器上差距真的非常大。上面提到的几款机器几乎都是有主动散热的机器，只有富尼莎需要外挂主动散热装置。那这些机器在各种环境下录制视频都会更加的可靠。我没有加入佳能的微单，因为佳能在这个价位的微单我记得吧，一般都不会提供 C-Log2。如果你只是拍摄一小段一小段的视频，关键时候不在乎掉不掉链子，并不需要机器的外观来吓人，那才发布的索尼的 ZV-E1 几乎是无解的首选。在这一段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吧，我对 F330 的最强的体验就是易用性，相对便宜的价格买到了令人满意的易用性。我买 F330 就是取代我的 Alpha 6600 6400，那史比特42给我了，我就可以稍微放心的录制 SNOC3， 虽然噪点有点多，但是后期可控吧。在油管上几乎能看到的 F330 的视频都加入了胶片颗粒，你可以自己幻想一下为什么。如果你是录制一些别的图片格式，噪点问题应该不会太打搅你，特别它可以使用很多小镜头，比如适马的16mm 的 F1.4， 我非常推荐的一根搀扶镜头，一根有复古感的现代镜头，其实就是色散有点明显，体积很小，光圈很大。而且我还有很多超35画幅的电影镜头，这些镜头也只有在残幅上使用。如果你想暂时性的爽一把全画幅的感觉，增光减焦环瞬间可以让 F330 变成 F33， 当然会牺牲视频自动对焦。如果你不考虑价格， F330 完全不具备被推荐的能力，没啥亮点，就像松下的 S5 第二代一样，一台典型的中低端全画幅微单，它的亮点并不是它的性能，而是它的低廉价格下衬托出来的性能。就1800美刀来说， F330 是一台性价比还不错的视频微单，除了画质以外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这么说的问题好像又很明显，这好像是最近一两年我第一次抱怨一台微单的画质。但是在 F330 上你能体会到索尼最好的自动对焦以及 F33 标志性的慎思美颜，就靠这两点也许就足够了。